Joe Mann 近日说要飞往美国参加苹果公司的秋季发表会，他透过个人 IG 晒出了主办方提供的两大福利，包括赞助商务舱机票以及超大的饭店房间。从影片中可以看见，光是客厅就有十几平，还有迷你吧台、办公桌、两台电视机等设备，睡房浴室也十分宽敞，让他赞叹不已。不过因为时差原因，Joe Mann 在凌晨四点到健身房做运动，引来不少网友大赞他瘦下来真的有变帅。此外，他也透过影片公开了苹果总部的游客中心，介绍了各种热门周边商品。然而美中不足的是，Joe Mann打开电脑时惊觉漫游的网速非常慢，因此忍不住吐槽表示，等影片上传好 iPhone 16都已经发布了吧。Bye.